Hello， 欢迎回到第十六集的之狼，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集，还是倒数第二集的第十六集？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我想先把这些小怪都扁一扁。好，没听到他讲什么就被发现了。怎么可能一打二啊？哎，开幕丢脸，才刚开场我就快丢脸死了。这边路都被封住了，因为内府已经入侵了。啊、哦，剑招也不行，这我学的新招，你们小心一点啊！好痛、哦，抱歉。啊、哦，好痛，抱歉。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旁边那只先抓掉？这样很难打哎，还是我绕旁边一点。不能暗杀。这边小怪打完，看该最后一只小怪，然后现在再去打一只隐藏 BOSS。我私底下有先去走到那个附近了、啊，他那边就是往回走啊，因为他前面路都不见了，雕佛师也不见了，所以你就知道那只怪是谁变的。然后就这边路我都开好了，就是为我自己省时间。好，可以来干架了，第一次打。啊，真的不行啊，有点强。应该用雨伞打吧，就是防火的雨伞。啊，继续挑战，挑战到我赢为止。啊，我抓到那个感觉了，但是可能要再死个二十次吧。然后有些人可能要先咳嗽一下。这到底怎么闪？第一阶段赢了耶、yeah ！太嫩了吧喂，没有超强的，干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打，变更强喽！哇，没了！啊，往好处想，我打掉他第一条血。好了，我大致上知道怎么打了。No， 没看到。哇，还辣扯！哇！经过三十分钟，我终于打掉他第二条血，然后第三条血要怎么打？洗呢？没有，还没，老帅也太早了。哎呀，干！差一点呢，我在看他血量啊，要重磨十几分钟。耶，无伤第一条血，然后等一下我就死了。哇干！然后还真的我就死了。啊！哈哈！把我挡掉了！哭吧，宝贝！哭吧，宝贝 ！Finish it！ 谢谢你为我带来的所有人具，虽然最后一个人具是我自己做的。啊，刺激感！这次王打的好爽啊，我没有很生气的感觉，就是打的有点太久了。佛雕师，他是以前杀太多才变这样，打超久哎、欸，打一个快半小时。哦，我有先拿金城水，我要给他喝，这支线而已。恶心贵族，他变身了！恶心贵族，这期可以看要不要拿而已啊，只是我想多拿一些鳞片，
之后可以去换那个。对，我要去找那个喂饲料喂鱼的那个。之后我终于找到路了，但是原本是从那上面跳下来，就是往阴龙那个附近，就是那条路啊。好，对话吧。什么东西喂他？他没有给我东西啊。先弄个交战记忆好了。现在狼不知道这只是谁，主角不知道刚他杀的那个修罗是谁，这钟也太破了。让他吃的饱。是不是要去找三年前那个住在罐子里那个？我带着一大堆鳞片来找你了，哈罗哈罗。哦，另一边的，哈哈。哦，这抗火在他这里啊。好恶心的阔鱼。这些人都好恶心，叫我害死鲤鱼王啊！我是先喂一次，得到他信任就好了嘛。还是要喂两次，因为我拿到两次珍贵鱼了。那我喂两次好了。嗯，然后是直接喂吗？我怕直接喂会出事。我要去找三年后的那个，三年之后的那个罐中的混蛋。操！我不是已经有左半边了吗？哦。这是它中间啊，另一边又要这样买的，算了，下一次吧。不就你自己吗？好，我要去喂了。这不同人哦，随便喂一个。哦，他应该会出现在这里。哦，靠，那么大只，颜色都不见了。这是素材吗？超恶心的，那牙齿超多的。走回来，他发现鱼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他挂掉了。你自由了。我不知道我刚喂的是谁给我的鹅。三年前，三年后的，哦，他死掉了，所以不是他，是那个三年前。哦，我看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变成鱼了。你要贪心啊，现在还可以交易啊。好丑哦，那么丑啊！是鱼来源自琉璃，我应该也没钱合成吧。97块，我自己先看可以合什么。我因为自己安装了，哦，可以合嘞，超想要这斧头，哦，这也好帅啊。对，我现在差钱而已，还剩这个烟熏松香，下一次再自己刷吧。现
下来找牛牛打架，这是阴牛啊，最后一只吧，应该。跟火牛差不多。哎呦哎呦，这怎么不叫痛？我靠，好可怕、啊！这只也要打一小时哦、啊。他撞到墙，他撞到墙自己倒了，傻笑。这什么可爱生物啊？他撞到墙，然后躯干直接瞬间就满，蛮好打的。现在我要去把说支线的，不是说支线，说其他小 boss 全都打一打，稍微找了一下位置。然后这段是在几天后录的，所以武器现在多一大堆，我自己私底下刷一大堆，但是经验就是刷不起来，因为现在我是点技能的，然后技能那个需求就越来越高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哦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哎呀，被发现，斩断所有不死。就是我的使命。哎呀，哇，这是什么苦难模式？苦难模式抢先体验版、啊、我还没有开苦难模式，防御就有伤害。哇，他好快啊！拔刀那么快，我怎么玩？啊，这一个效果。哦，可是，可是我们要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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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！Reloading！ 哈哈哈哈哈哈，关一下。哈哈哈哈哈 ！Reloading！ 哇！啊啊！真男人，正负只有生死一瞬间。愣啊，哈哈哈哈！我也只不过死了六七次而已。好，还剩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这边很多小兵要先打。拍谁太大声？帮我拖延各位绅士们，我找你们老大打架，没把握会赢。哎呀，很胖哎、欸、！Shut up！ 过来啊，我就不信你那个体格过来。他吐大便啊，吐火！啊！太胖了，他不会，他不动于衷。啊！哈哈。哎呦，这边怎么有人？哼！哎呦，再往侧边跳、啊！你修好我的脊椎病！哇，完蛋！跟你玩真是太不开心了。我还记得这里，最开始的路，梦开始的地方。好了，这局我几乎把所有支线解完了，几乎了。
废弃地牢那个我没解啊，那个就算了吧，哈哈。最后一次增加体力，虽然一定还有没捡到的。要治疗龙壳吗？啊，治啊治啊！反正下一集我可能就死很多次，他们继续咳。这些技能一定要等到二周目才可以学得完，或是三周目之类的。现在经验太少了。好，我这一集就先结束到这里了，先玩到这里。我们下一集就进入这个结束这一切的地方，结束这个一整个系列的门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